彰化区域会26日上午举办普星鱼市场冷冻仓储新建工程动土典礼。彰化县副县长陈善报与彰化区域会理事长张平顺、总干事陈朱湛参加动土仪式，期望鱼市场能调节市场供需，提升产品品质与渔民业者收益，造福更多人民。县长对对咱的农业企业拢非常关心，县政府在咱所有议员支持之下，啊，编连2100万啊来补助渔会来办理这个工程吼。啊，咱对咱理事长嘛有讲过，咱这冷冻仓储呢完成了后吼，对咱供需的调节，对咱产品品质的提高拢有真大帮助，对咱渔民收入啊嘛拢有帮助。啊，而且嘛要预祝讲咱这个工程啊早日顺利来完工，会当来运作来祝福啊咱的乡亲。营运这个当中，咱整个转运的这个工作能够顺畅，吼啊，让咱的这个鱼货呢，会当流通，让消费者呢，因得到买的这个鱼产品是上新鲜的这个鱼产品。咱这个完成了后，咱会提供吼一些站房免费，吼给那个政府收购的这个关那个鱼产品呢，免费让他们来冻存，吼安尼来调节整个鱼价，来帮助咱所有迄个渔民。彰化县政府与彰化区渔会，为维护渔民及消费大众权益，新建容量2804个厨卫的冷冻仓储，以求稳定市场价格，保障渔民收益，并建构鱼市场更高效能的渔产运销体系，增强鱼市场服务功能，提升彰化县渔货拍卖的交易量。公益频道林俊明、普星采访报道。